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在韩国一个论坛42,252位网友票选的，绝对不会有霸凌争议的人品端正的艺人排名前25位。在那之前，虽然知道看这个频道的大家普遍水准都很高，但是为了那一小部分的观众们解释一下，这个排名是韩国网友们票选，个人觉得绝对不会引起霸凌争议的排名，所以不是不在这个榜单内就代表了看起来会引起霸凌争议的艺人。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吧？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25位서현진，24位송중기，23位김우빈，22位방탄소년단아뎀，21位장나라，20位한지민，19位소녀시대서현，18位임영웅，17位김종국，16位 Red Rabbit 슬기，15位이승기，14位김태희，13位방탄소년단지민，12位김소연，11位아스트로차은우，10位김세정，9位박보영，8位박보검，7位김영경，6位강동원，5位강하늘，4位아이유，3位아이즈원김민주，2位유재석，1位블랙핑크지수。那在大家的心目中，绝对不会有霸凌争议的艺人是谁呢？只能说一个。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IVE 与 LESSERAFIM 同样的内容感觉却不一样的对话。首先是你切与 SAKURA 的对话，肉 OK， 肉，然后肉是蛋白质 OK， 饭要吃什么呢？前一天、当天、第二天的聊天内容都一样。接下来是强光牛与烤肉的对话，那我们吃烤肉吧姐姐， KKKKKK， 是姐姐喜欢吃的韩式料理，也是我喜欢吃的肉肉，刚刚好，感动呵，太棒了，我娘真的很喜欢肉啊。亲亲，我们吃完饭饭再一起去逛街吧，好吧姐姐啊。而且真的很像中学生， KKK， 就好像我跟表妹一样。 LESSERAFIM 的团体气氛真的很好笑啊，是吧？ LESSERAFIM 很像我跟我姐， LESSERAFIM 超好笑， KKK， 每天的对话都一样，我娘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说话都这么甜，而且在团综也是这种风格，最近一直会让我笑，我娘真的很有爱。 IVE 都是疗愈系的，真想有个我娘这样的妹妹。可能会有不希望抢我娘说话这么甜的人会说，这不是团综时候的聊天短信吗？应该就是装的。在之前 IVE 的时候公开的短信也能看到，抢我娘的语气本来就这么甜。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아제이름은똑바로읽어도거꾸로읽어도우영웅입니다기러기토마토인도인스위스별똥별우영우땡큐제이름은똑바로읽어도거꾸로읽어도우영우입니다기러기토마토스위스인도인별똥별우영우땡큐